小小的单杀送给各位回家。走了走了，回家了。回家买一个情境破坏者。能过塔吗？卡萨丁是跳得快。越塔单可以啊，越塔可以。我是跑得快。哎，不说了，随便打。哥们儿加油呀。声音不一样，不是同一个美食吗？真的假的？不是同一个吗？好的，那我就磕上了。得小心一点。这边也把自己的实力拿出来嘛。我已经用尽全力了，但是这个永恩不给机会。玩个盖伦当然用尽全力呀、啊。目前为止，小梦，我看这个美式好像稍微厉害一点，你感觉呢？是的，我也感觉是稍微厉害。生命不息。哟。Enemy double kill。哎，但是。哟哦，好奶哟哦哦，我来了。但是我感觉盖伦这英雄他的后面说不定也是有说法的呢。好嘞，看一下吧。哎，不过后期是不是卡纳丁厉害？哎，这他选个盖伦就真的有点看不出来。这英雄是真的太少见了。这个虚杯，这个虚杯他感觉他走位还可以、哎、他肯定就想好了，就是到时候打不过了，嗯，英雄不行，我都已经替他想好了。挺进破坏者 OK， 他意识要好一点。看一下，但是你觉不觉得那个默默他玩个这个能压你，能压对面亚索？那永恩不是亚索。他说的是我说的卡萨丁呢。哦，我没说。卡热了是吧？这边也要单杀了。没事，我、哦、你也使点劲，都使点劲表演一下嘛，实力放出来哦。四个头。哎，这俩人人头也差的不是很多。对，他俩差的不是很多，技术也都可以。嗯，就差一个头，然后补兵也差不多。续杯那个补兵数弥补了人头数，差不多。其实看一下，再看一下他们后面操作呗。哎，有点难分开。封城可以挡大吗？哎，两个头了，哎，差两个头，差两个。啊，德玛西亚万姐，这比肯定还是要比人头啊，比补兵有什么用啊？啊、哎，三个了，三，现在差一个就要进超神了。我，哎，我觉得那个谁，默默，我觉得这个、啊、这美式可以啊。我感觉必然可以啊，老板。确实，美式稍微要长一点。嗯。人头差一下就拉上来了。哎，哎，这上路怎么还有个跟他跳舞的？中路又要单杀了。要杀了。和、哦、又一个人头差。加油！差四个了，今天上路。这也杀了呀、
感觉还行啊，这也杀了。努力追吧。我还是感觉美式要厉害一点。毙了！哇，一套黑秒就给用完了。好，他没了。哎呦！一套黑秒他了。没办法，他闪现大了。我伤害后期真不比卡萨丁低啊，伤害真不比他低的。别看盖伦，我出暴击流的，我不玩那种半肉的。今天你们可是比赛呢，你们都卯足了劲儿，赶紧打，好好打哈。玩暴击流，我可不想我带的那个选手连千八都进不了。怎么可能？进八的比赛，我是必然能进的。你，我觉得还是担心一下他吧。但是你别这么说啊，我感觉他盖伦也是有点那个的，看看吧。不过十进八，盖伦，你看他又杀人头比了，对。再来蜡烛。杀不死我的，很肉。哎，你小，认真看看，干掉不动。你小子，哎，又一个，哎，可以，美式又拿了一个。你小子，就看这个，哎呦。开玩笑，哎，好的，两个人头差，差不多耶。哎，想着十进八可能打的都用力一点，这俩人绿叉可以做了，先把塔推了，吃一点塔钱。OK。比赛嘛，是吧？不是。OK。反正盖伦石头人这种英雄的，你能看出来什么操作？操哪有什么操作？这话倒也是，你在装什么？讲道理，我在忍不了了。确实好像也没什么好操作的，这不就罗恩罗恩吗？来个无尽，我无尽一出，这也恐怖了。看情况嘛。哎，我感觉，我感觉还是卡梅利有点操作。为什么要叫混分巨兽啊？我要你装什么呀，哥们儿？咱俩人头也没差多少呀。嗯，一个头不是差是吧？我补刀比你多。哦，人头赛比补刀呢。刀不确实没什么用啊，还是得看人头啊。我是跟你盖伦追一下，补人头啊，姐看好了。补刀肯定有用的，哦，有经济很好杀人的。哎，三个人啊，哦！他在打红 buff， 这个豹女在打红 buff。刚把我杀，那我不能去参与你们这个。他准备打的。哎，我也先看看。现在你们差四个头，看一下，咱俩再看一下，不要那么早追，下定论。主要他俩这俩人，他俩也不怎么那个什么，不怎么说话，也不怎么那什么的。他俩有来有回的。啊，但是他俩有个了，哎，又杀一个，五个了。六个了，第二锁，卡萨丁不打，你搁这一直打我干嘛？有病呀！哎呀，哥们儿，急坏了，急坏了，三杀呀，默默，盖伦也是在跟前的吧？哎，我觉得这美式那什么点儿。
哎呦，哥们儿，差距越来越大了呢。回家买个武器。哦，你这是在上路又杀了一个，八个了是吗？加加油呀！刚刚他拿了个三杀，在盖伦跟前那个波，我真觉得还可以。我是真觉得还可以，哎。兄弟们，表演赛都给我上强度吗？咱们还没有正式比赛呢，表演赛给我上强度。这是十进八的比赛。哎，姐，不是比赛吗？这不是那个表演赛吗？是啊。那你也不能藏起来呀、啊，努力啊！别藏啊！这藏什么了？对呀。没藏呀，我已经用尽全力了。我下路带波切，买个无尽，买把无尽。我这他这伤害，哎，美式的伤害可以呀、啊。表演赛给我上强度吗？随便打打啦。哎，他这伤害真可以、啊。差300块，咱把无尽一买。没蓝了，没蓝了。我就可以拿头了。没来了就先跑呗。哎呦，可惜。确实可惜，但是你压了十个头。哎呀，随便玩玩，哥们一点压力给不上的。OK。哎，没事啊，我一会儿就选你吧。我真觉得你这卡戴琳玩的有东西啊，压了十个。还行吧，主要是哥们压力没给上，随便玩了都。Okay, 结果当代练上王者的时候，这虚杯还不知道在哪玩泥巴。为什么要给你呀、啊？咱这把比的不是 MVP 吗？他死了三次了，感觉 MVP 的话不一定是他。你是把血值全给谁嘛？咱比的不 MVP 吗？你先选，你在想什么呀？对不对？啊！我这一把是，我不是先提一下吗？我这一把补刀、推塔以及死亡术。看一会儿都是优势，他就推塔比较厉害。我这一波再给他们一杀，请问对面如何应对？我疾走一开，触发灵光披风，我一个大招。哎呀，没大出来，急坏了。哎，他真的可以的，凯撒琳。他这卡，我这大招就一砍。又高又有意思。哎，要不我就觉得盖伦的英雄有点问题呢。看谁跑得快，是你四条腿还是我三条腿？看来他三条腿很厉害，他有减速。我跟你说啊，没事，好恶心。你不在我们俱乐部，你不知道，我们俱乐部的那个老板也是分等级的，你知道吧？我和这个小梦可不是一个层次的。啊！我好多姐妹可都是那个至尊的那个。VIC 呢？啊，我不知道你跟我都是黑化的吗？那我有姐妹呀，我有好多姐妹都是 VIC 啊。你要是选了我，我这边能让我那些好姐妹捧捧你场。哦，这样。嗯。没事，姐，先打着，先打着。这我还使劲帮你呢，没事。我都看到了，姐。青雨，来一个。哎、不是，这姐妹怎么能把这刀自己拉出来用了？青雨来一发 ，OK 的。这把先打着呗。之前遇到老板，还都想让我当他顾陪呢。哎，加油！要不说。完了，不表演赛吗？怎么给我上强度了？要不说技术好了，人家得亏你们不是我老板，是我老板高地的反骨。哥们怎么越打越沉默呀？你不行，你把空调开开降降温呢。不追了，推塔去了。哎，这又是。哎呦，好急。拉16。我推塔了。伤害有点离谱。我推塔了，我受不了了。哎，我就说盖伦这个英雄，他比较容易没东西吧。我推塔了，哎呦，追不上了。哎，还行，换了这临死还能换一个。你这没事，你是老板不都不带选我的，那你就等输呗。没事，我推塔了，没事呀、啊。
我跳的、啊，我跳起来一个逆劈华山，真的没事的。没事，你可想好了啊、哦！我推，我推。哎，你可别听他跟他死鸡巴周。哎呀，让这哥们先追一会儿。我们俩还都是一个等级的。喂，旭杯，你在干什么？喂，哥们儿，怎么这么急呀、啊？累坏了，你小子。哎，我去帮你。什么？开始追塔了呀？走位。去呗，不是，没事啊。哎，我在呢。你之前那些老板有我实力高吗？我都不是吹，以前经常接我单的男陪，真的钱都够买一辆代步车了都。这哪追得上？这样的吗？那可不，我也不是吹。来下，杀一波亚索。有人传过来。金牛护体，已经死了。我还在这看这个干。哎、加油呀，哥们儿！你怎么越差越多呀？杀人去吧。十八个了。给这卡萨丁有点装上了，他真以为我不杀的。行，我要杀了。刚才一直让他的，不是你别红啊，打个表演赛也没必要红的。真以为抢不过你啊，装上的。哎，来。虽然说是表演赛吧，但是这星巴的表演赛也能看出来点。啊？也能看出来点东西。这我拿不掉，拿不了人头。来。知道跟着我了、啊。人头比一会儿一时半会儿也追不上来。哎呀，他只会越差越多的。哎，他不跳过来吗？我还预判他会跳。干什么刷步数呢？啊喂！怎么站塔前刷步数呀？哎，哎，但是盖伦的伤害也是有的呀。他再有伤害，回家。他再有伤害，他这十多个人头他也补不上。收集者来一个。哎呀，随便让他追。十四个。好。你看吧，姐，这真的都是随便玩的。你让他追一点怎么？总不能那么不给面子吧？不用给面子，给什么面子啊？拿什么通报呀？通报不是拿了很多次了吗？怎么天天拿通报、啊？现在差十五个呢，我都替他急。哎呦，行，老沙，差十四个了。我们只要三把比赛的成绩打得漂亮一点就行了。你这又要打，又要成绩好，又要通报，又要这个表演赛拿第一，又要各种差的。那、哦、你这一死，不就让他跟着追了吗？难道也没怎么追？我操！别追了，身上没有极致糖浆，走了。再追反杀了，行。该说不说，他这个什么还是可以。哇、哦、啊！这能三杀三个，杀三个，一下就还剩十一个头，没事、啊。也就那样吧，也就那样吧。还他妈追！这把，等下活了我好好玩吧。这会儿都没好好玩，俱乐部的也就那样吧。嗯。俱乐部的也就那样吧。不过看他这个水平，他好像确实也能那么追两句，确实玩的还可以。嗯。操！
操，这亚索这么能跑吗？这亚索太能跑了。32个头。我伤害不低的。32个。卡萨丁的英雄杀32个，那后面基本上就无敌了吧？哎呦！可以，我觉得他水平确实可以。可以的。可以啊，有东西的。怪不得能嘴人呢，人家嘴人是有点实力在身上嘴。啊、哦，没事儿，没事儿，你玩挺好的，你好好打就行。我们就想看看你实力什么样，你把实力打出来就行。随便杀他，他都已经开始急了，开始推塔了，你没看过去？他15、13个。哎。他说是表演赛，但是我感觉他实力也能看。能看得清楚，除非说是徐飞那边没有，就是用全力打。这安妮有点烦的啊，他玩个盖伦，他可能也有点问题。谁知道他怎么想的呀？姐，我这实力你们应该都看得到吧？这是挺厉害的呀，我、哦、这实力确实可以。哎呀，很难受。37、20。哎，这个区别跟我之前遇到的俱乐部遇到的这些基本上都差不多，打不过了就开始着急推塔。嗯，他死了。打不过。37差14。他差我这么多，怎么给他追啊？姐追不上了，我推塔了。姐有点追不上了。我先推了、哎、你看他自己就承认了，那确实追不上了呀。你这追不上，你这追不上了、哎、这能看出来什么呀？不是，我真感觉他们俱乐部难陪。我推了，我推了，姐，我推了，我打正式比赛去了，真没什么实力。放弃了呀，你这就放弃了，这就放弃了呀。哎，不是，这真不行吧，这就放弃了。哎，不行，这得选美式吧，追不上就去推塔了、啊、这一会儿怎么打？没事，你想好了啊，把选择权给那我再追一下也行，感觉也有机会。就这种这么喜欢放弃的男陪我可不要。我不想放弃啊，我追了，我现在就追。你再追追看看，我现在就追，姐，我现在就追，你看。我虽然说输了，但是我这个精神应该还可以，锲而不舍，对吧？哦，你刚才都打算放弃了，输了这不是实力？没有啊，那怎么可能呢？我朋友让我放弃，我朋友让我推塔。我有一个朋友，啊、你也追不上啊！我有个朋友让我推塔，我寻思我不想推啊，懂吗？我推不了一点。我刚才把我朋友骂了一顿。现在不想着放弃了。我肯定不会放弃啊，对吧？你放不放弃的，我给你半个小时，你能追上吗？我不管追不追得上，我还是在追啊。那我不推了。你朋友还搁旁边看你打呢、哎、啊，对，我朋友看我打游戏呢。40个、嗯、你这把、哎、他这人头杀的给你带咋的吧？那怎么可能呢，我朋友他只看不帮我打。这比赛可不能带啊。42，这么杀不要命了？43，这么能杀？哥们加油呀！哎，我真觉得没事，你考虑一下吧。这么能杀不要命了？我跟你说清楚啊，我们两个人是那什么的哈。嗯。我们两个人是一个评级的，你可别听他胡鸡巴扯，说什么我们俩不是一个那什么的。哦，我知道的，姐，我知道的。这把你们也都看到实力了，这哎，真的，选美打成这样，他还指导上我了。嗯。姐，我这一把玩的是静，这一把。欢迎来
戏名师玩全了。戏名师不是瘸子，戏名师只是不是瘸子。什么时候是瘸子？他可能手有点病嘛，他应该是个、跟你挺配的。你哥们儿，你啥意思？你在上路真行吗？这我说这个英雄跟你挺配的呀。小莫，你不会被那卡萨丁跟你挺配的，勾巴长脸上了。讲道理，讲道理，你不是说手有病吗？不是，你不是说跟我像吗？那卡萨丁也跟你像呀。我只是卡萨丁的使用者，你不一样呀，你简直就是近本近了。你是小丑。OK， 打完看我们谁是小丑，好吧？没事，用点力、给他打成小丑。放心吧，这把可是正式比赛啊！我让克鲁鲁正式比赛，认真一下，认真一下。我看一眼呢，我看看这。这是名师啊，不，这去，哎，不对，不是个，哎呀，我让他绕的，我都忘了这到底是不是。姐什么意思啊？我叫戏名师，不叫瘸子。戏名师还是瘸子？哎，那绕的。我看看这还玩这东西。你学我干什么？我咳嗽你嗯哼什么？得亏升级了，忙了看别的。对，现在应该还看不出来个啥的。哎，刚开始。但是我看。今天，哎，今天不是十进八吗？对呀、不是十进八，这两个人怎么感觉这么那个什么呢？我可是在好好玩的，姐。我也在好好玩啊。姐，对面又不是人机，哪有这么好杀呀？不是说杀就杀的。我来看看。是的，不是说杀就杀的，也还行吧。上把杀了，比你多了十多个吧。这不会是能杀吧？啊、哦，没杀。我是啊，这不马上就杀了吗？好，我去。那不是也没杀吗？哎，别急呀、这刚开始急什么？哎。你是说白了还是要比他强一点？哎，姐，你说错了，可不止一点啊！这俩人都给打回家了。你看，我曾经会和玉女中。没事，姐，你等我发一会儿，发一会儿随便的。看他俩，是英雄。说实话，他这英雄还是有点太偏发育了。小夹子有点不信我。我知道了，只要前期区被杀的够多，就赢了。这英雄只要不到后海的，那英雄只要不到后期，不就没用了吗？可以慌，想法挺好的。打野还跑中路去送了俩，不公平啊！哎，没事，随便给他送。是一场骨灰级的演出，一样能爆杀。我开火。上路真是在这和平发育呢。
这建模不好打呀，这建模好恶心。你说他这比赛他俩谁能晋级啊？那你要我说我肯定觉得旭飞能晋级啊，我说你家的能晋级。哎呀姐，你上马还没看到差距吗？这话都不用问的。那问题就是来死不死这一波，死不死、哎、是来比人头的呀。你看上马那我没带气定神闲，好费了。哎，我刚刚被抓住杀了一个，哎，可以啊，徐飞。哎，不是他，啊，一比一平。啊、我也杀了，我也杀了。他们就是傀儡。回家。嗯，走。一比一平了。他们别要。哎呀，嗯。没事，我们前期多杀点。挺弱。他那个英雄不到后期没用。卡萨丁后期英雄吗？姐，我这英雄后期伤害也很高，不怕的。我记得他的英雄到后期没用。对，我这后期伤害也高的，不用怕他。偶像从不为自己辩解。行。OK。伤害高，你得有那个技术呀。这一把我就得为自己而战了，得多拿点头，对吧？不推塔，不能推了，因为是比三把游戏的人头。三把游戏不能推的。先插个人，我要去逮那个吧。哎，这还真让他抓到了，逮到了。哎，随便杀。哦，可以呀、啊，牛批啊！来了来了，我们家美式来了，要拿人头了。哎，三哥的，哎，这个不会也能拿吧？压了一个，应该能拿。哎，别！啊，可以，没拿到，没杀到，没蓝了，没蓝了。那没事啊，那我们也夺你们一个人头。我带了几走，一个而已嘛。他卡萨丁，没事。你不是说让你家那个瘸子前期多杀点吗？世界残酷。对呀，那不都说那不是瘸子吗？多杀点嘛。那不都说那不是瘸子吗？你怎么还是那瘸子？那不是你叫什么？对，高低肩。哎呀，黄。那我不是不知道吗？我看他走路一摆一摆的。咱们已经超了一个了，美式加油啊！艺术。伤害高，有卡斯丁跑得快吗？加油的姐。那你这么说，那就别打了呗。你压他们。你对自己都没信心了，讲道理。我目前我的镜是没有败绩的，你在说什么？没听懂。啊，我真是，我一直在看。目前我的镜是没有败绩的，后期伤害还是很高的。我不想和你说话的。旭飞啊，你也不用介怀，我知道你很想跟我在一队，但是也没办法呀，我有更好的选择，肯定不会选你的。也没让你选啊。跟你说话了吗？不是，我也没让你选。这么优雅的头，挺搞笑的。换掉了。又一个头到手，俩了。我姐也不用选你啊，我姐肯定能看出来谁的实力更好啊。哼。我也没想让你姐选。哎，哦，你没想让他选？选择为什么要选劣质品呢？说你自己啊，还说这个美式呀？啊，我说谁知道啊？那就说你自己呗。哎，先别那个。你怎么不知道在说谁呢？说自己吗？说谁？哥们儿对自己有点清晰的认知呀。那边野区有人头。妈，这个杀大。哎，可惜差一点。他这不会能杀吧？哎，这怎么又丢一个头？哎呦，可惜又跟他换掉了。哎，
啊，没事儿，还行吧。前期这么跟他换人头，我肯定是赚的。你包赚的呀？你这已经压了他三个头了，哦。没事姐，我前期这么跟他换了，我发育的快。我被这种激情。看见没，小猫，还是我眼光好。剑魔不好上。这都压了三个头了。剑魔还是很难上。你眼光好，你眼光好，行，别说，先别说话。徐飞慢慢打。没事，这个英雄是你绝活吗？我看你两把了，都用它。表演。不是啊，我就看表演赛用这个赢的，就随便玩玩都能赢。怎么这个中路来了？再用一把呗。操，好烦。哎，不是，来了。A，下路对啊，不是绝活。哎，我躲不了了。哎，这不会是还能让他下路捡个头吧？三个头了呀。这怎么叫捡呢？这不是人家有意识吗？有操作吗？哎，四个头啦！哎，这没控到吗？毙了！有位移呀！打野不来 gank 一下吗？这打野，真、哦、服了！哎，拿不到！哇，可惜！哎，可惜！啊，幸好没拿到。没事，咱们这不是还超他四个头吗？两个头。姐，我跟你说，我可是英雄海，我上把给你展示一下别的。先把皇上单 AD 有什么竞争力啊？说白了，这个俱乐部男陪实力也就那样，不堪一击。没事，姐相信你啊，咱们都超四个了。那个梦梦，你那个小梦姐，你玩的什么呀？小梦。玩的哦。那姐你就别给对面打残了吧，你给对面送一点吧，因为我在上路不太好去下路帮。行，对，在上不太好去下路帮，你下路就不用打残了，打残的话到卡萨丁到时候去下路捡好捡，好吗？行，那怎么叫捡呢？是吧？啊，那怎么叫捡呢？拿到人头那不是实力的一种吗？人家他是有眼光。我理解你想跟我一对的想法，他死了，你想让我选你的想法。可惜没死掉。哎，这为什么没死啊？这为什么要死啊？伤害的精准把控，懂不懂？哎，他快追上来了，他拿了一个头了。哎，可以啊，好杀！我敢塔皮我都没标志。但是徐贝，今天可是你的晋级赛啊，今天十进八，你这……对啊，所以说得稍微的。我那个，我这边就不推塔了。哟，还没开始呢，就想着自己追不上要推塔呀？这我怎么可能推塔呀？你没脑子呀？肯定不推啊。哦，但是要我肯定是不会推的呀。哦 ，nice 啊！哎，怎么又杀一个？哎，这不还是四个吗？这么大的赏金肯定要拿了呀。哎，不是，这个也得杀。OK。哦，五个了。哎，这两个不是。哎，徐北，你看这个美式啊，这一直在这嘲讽，还说我们俱乐部男陪不堪一击。你这不管为了俱乐部的面子，还是为了自己的晋级，你都得好好打呀。不是，就选个 A 米上单。哦，行，姐，我要加油。哦，你有没有位移？这真的感觉让我觉得地狱开局。姐，相信我。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相信我。你看他。看他干什么呀？你看他，他也不是你的人啊。不是，我让他是我的人干嘛？哎，别搞得选到、啊。姐，相信我。你看他俩。相信你。双杀。
姐妹啊，你这就是嫉妒，我跟你说，说白了你这就是嫉妒。姐二 v 二双杀了，拿两个头了，可以。那等不等，能不能等你一 v 二双杀的时候你再来邀功呢？嗯，邀功小子，那不还差三个头吗？回家。你差三个，差三个。小梦，你说实话，你是不是羡慕我有这么厉害的男陪呀？你要羡慕那也没办法，那谁让我眼光好呢？不是，不是你这，等会儿80%的晋级率，哎呦，又被控制了。你带着你那个男陪被淘汰了，多丢人啊！没事没事，那人头咱们还有三个叉呢，没事啊。这不是没打完吗？能不能先别急着说话呀？啊，就差三个了。哎。机会又来了，差三个呀！那你都是哎，快加油加油！杀了，哎，也杀了，哎，追了，这不是？他怎么还杀了呢？哎呦，那个怪我了，怪我了，没事，我杀了那波想要越塔被控到塔里了。你努力一点啊！人头茶马上要弄回来了。哎呀，不能，别光刷嘴皮子，肯定追不上的。我看看，哎，这里下了，我来下了，我来下了，我来了，我来了，帮你定一下，帮你定一下。哦，没事。我先走了，我不给他那啥，不给他机会。哎，你这刚刚那个谁来下了，我都帮他打伤害了，你这直接就走了？啊，姐，你别帮他打伤害了。那我回来，那我回来，那我回来，这不回来了？可以，好杀，啊，好杀，哎。哎，厉害啊，徐飞！哎，就差一个了。哎 ，nice 啊！他捡了一个，又差俩喽。我应该等个大的，啊，不是，我应该等个最后一个子弹的。嗯，等一等呗，可惜没等到呢。哎，看这个能不能一下，哎，可以。你这个头怎么能让他抢掉的？我一般失误了，我以为他要往外走的，没想到还在草里。哎呀，还行，还行，哎，可以可以，就差一个了，可以可以。啊，你看，赶紧努力啊！你就差一个了，还差一个头，要差俩喽。差一个头也是头，我才敢。要差俩喽。哎，这怎么又让他拿了一个？哎，两个头了 ，nice 啊！哎，这不会又让他拿到吧？抢了！徐飞，徐飞！我操！哎，哇，牛逼，啊！过来 A 都没 A 到，伤害有点高的，没碰到，伤害有点高他，不过没关系。不是啊，这人头都拿不到啊！你这美系都明显让着你了，不是他哪让了呀？嗯，我还没让呢，我等着他过来我才杀的。哦，好，没让，没让。啊，你说的对。哎，不是哪里有人？哎，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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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这儿有一个。来了，来了，来了，到了。姐有大吗？哎，大。嗯，有有有。漂亮，好大，他死了。有。哎，人太多了，人太多了，先走。好操！哎呦，这怎么还被双杀了呀？这个。哎，人太多了呀。他这个中单。不去中吗？想到那对啊，这中单你都连个人也看不住的哦，又一个头，哎，不是全让他捡的呀，哎，三杀捡到了，给他捡到三个头，okay， 全杀了姐，哎，这几个了几个了，我看看啊，哎呀，这怎么全让他杀了呀？那没办法呀，讲道理。哦，是啊，你有什么办法呢？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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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个也能杀。哎，这个 okay, 哦，四杀。OK， 四个，这个上了吧？一下就拉了八个，哎，第五个也来了。OK，哦，玩的好，姐，别上吧，玩的好呀，没事。还行还行，让他追吧。不是，你看他俩这么嘚瑟的，徐飞，你用点劲儿啊！用了呀，再用了。什么劲儿啊！快来
快来我家，他用什么劲儿啊？纯小丑来的，太用劲了。啊，这把让你看看谁是小丑，好吧？就学吧，好好看，好好学啊！不收徒，收坐骑，加油！哎，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啊？啊，我怎么说话了？哎，这怎么还能抢一个？十，这不是吗？没事，给他得了。哎，这哎死掉了！哎呦，被控住了！哎，我觉得你伤害还是很高的，对吧？我伤害确实还可以。咱们，我看我能不能帮你带到他。差那么多。哎呦，可以啊，慢慢追，慢慢追，还差七个，慢慢追，慢慢追。好大，好大。好大，好大，赶紧追人头吧。好大的，姐，这一波好大。确实好大啊。姐，你看我这实力，在你们俱乐部入职的话，应该是 T 几啊？你这绝对是 T 零级别的呀。那有些人真的就不能跟你比，真的比不了。光什么呀？光。游戏结束了、我领先了，怎么了？我领先了，不是红温了呀？这就你把空调开开降降温呢？游戏没结束呀，高兴这么早干嘛？哎，我有哎，我直接走了。哎，又一个杀了，不是这边这还能杀的？两个，这个也能杀，这个也能杀。哎，快呀、啊、快呀、啊、快呀、啊！三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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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个、不行，我没办法了，大。四杀，哎，不会要五杀吧？别呀，哎哎，还、哎、好、哎、还好还好还好，这个打野怎么回事啊？害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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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五杀没五杀，姐你吓我一跳，差了一点，差了一点，可惜了。啊，没关系没关系，下一波下一波还有机会。你在可惜啥区别？姐你送下人头吧，送下人头吧。那也领先你们十一个头。赶紧追一下吧！天呀，哥们儿，旭呗，刚刚那个农场给我来电话了，说你菜死了，你回去看看吧。啥狗？不是，要不赶紧回家看看你家的菜吧？这人说话怎么这么气人啊？咋就气人了呀？他不是说让我看清这把谁是小丑吗？啊、可以可以可以，杀了杀了杀了。那这不还差十个头吗？我帮你控一下，我帮你控，我帮你控。满头大汗了吧？哎哎哎，没事，杀了就行，杀了就行。Nice， 快来快来快来！他这个中单这个大好烦啊！哎，没办法。这个能杀，我在后边，我在后边，可以杀。人头是好抢的。啊，他怎么又杀一个？打回来的，再杀这个。没关系，十个了，我装备还没起来。我后面装备起来，我一枪一个。等一下。我装备，但是他后面他选了卡萨琳，他有位移啊。我知道，我带急走，我跑得比他快。头一次听说你后期你跑的能比卡萨琳快呢。行了啊，行了，还好我没选这个续杯。MVP 有什么用啊？这人头这么差这么多，人头才是最重要的，好吧？不多呀，也就杀十个而已。十个挺多的了，十个挺多的了，别不多，别不多，别，我心脏受不了。哈哈，十个头不多啊，人家一会儿就逼上来了。说白了，姐这。给我安排这样的对手，那这不是一个保我进前八吗？十二个，哎 ，nice， 这怎么三个？快快快快，哎、来我给你加血。这，哎呦，好急呀、啊！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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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一个，杀一个，杀一个，杀一个。哎呦，这个连上感觉五杀有了，伤害有点高呀，他呀。他这英雄到后期不就这样吗？不说让前面推。推的说前面赶紧结束了，怎么能推呢？姐能追啊，看你吧，你不信我你就推吧，都行，你拿命追啊。
谢，我信你，哎，我来了，哦，又一个，你杀那一个有啥用啊？你说说，我炮来到最后还不是让我们拿回来了？该差十几个还是十几个？十三个啊！啊，人头不重要，一会儿就能追回来了。哎，就让他学吧，我先跟你说好啊。好的，帮你扣。得了。哎，我伤害也不低的，伤害不低。确实伤害不低，但是他这个英雄他就是灵活呀。哎，我伤害不低呢，哎、我伤害真不低。哎，快！不低有用吗？伤害真不低。哎，可以。可惜。哎，来，我帮你扣。哎，怎么就跑了呢？哎，一枪，哎，好，哎，三杀，还抢啊？不是，怎么能叫抢呢？那不是凭本事拿的吗？好，哥们，你可别推啊！那比的是三把人头总数，你这推了，我赢人头少了，我也进不了级啊！不推啊，我肯定不推、啊。这不还差吗？还差？我肯定不推啊，讲道理。哎，这个金克斯没大，我去给你报仇。什么叫打野也没大？那打野也还差九个头呢，你怕啥呀？你急啥呀？神装嘞、哦，差十个了，哎，差十个了。对面好脆呀、啊！哦，十一个 ，nice。太脆了。这怎么杀他呀？三杀！哎，这大，这不能拿五杀了。闪现大，坏了，他有大的。操，这不大，他得能够着我算啊！这不又我来了，回来了吗？你杀！哎，杀！还在这蹲我？杀了，姐，杀了。可惜。可以。杀了！我可以，你伤害可以啊！我伤害不低啊，我伤害非常高，非常高的。那这么多呢？再看看。哎，你先把人头赶上来再说吧。伤害很高的，我拿个红，我没有吸血。拿。嗯嗯。哎。赶紧努努力啊，徐贝！十个头而已，不是很多啊，是吧，小梦？哎，不是，你这人是不是那个什么呀？你招我干嘛呀？我都没跟你说话。哎呦，我这不是安慰你呢吗？哦，可以，刷！哎呦，找不到人了！哎，没找到，可惜。找人呢？那先跑了吧，徐贝加油啊！看起来还是你比较积极一点，我没选错。哎，这人头这么反了吗？牛逼啊！没事，下一个。哎，小心一点。Oh, nice！ 没事，随便杀。还有一个在哪儿呢？我去给你探探路啊！哎，来了，怎么一直都是差十个？哎，玩的好呀！这下差十一个了。哎，没事，我伤害不低，就看等一下，确实不低，就看等一下，拼谁拼伤害更多呗。他伤害也不低，哼，跟你比伤害有什么用？哥们儿比人头呢。哎呦，这个人头，美式玩的好呀！这不又到了吗？对面太脆了，对面太脆了，这不哪天了？我的天！对面有点脆呀、啊，不整点抗性？从头压到尾，压着他们打，他们能不脆吗？
能不能杀？哎，嗯，中单没大。哎，这没给他摁死。哎，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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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杀了。来来来，没事，走走走，咱俩配合去拿个五杀去。不是，对面中单都死了，你俩上哪捞五杀去？看这阵你就不用管了。哎，哎可以。哎，这又给他杀了。哎，让人家解了，牛皮！哥们儿差了一点。玩的好呀，双杀双杀，能出来吗？这个也能杀，这个也能杀。啊！哎呦，这都不死。哎，牛啊！哎，这怎么又让他捡回来了？哎，这都不死。哎呀，随便打你。怎么叫捡呢？这怎么叫捡呢？这不随便拿吗？哎呀，随便玩玩。你看他灵厉害呀，美式。哎呀，姐都是基操，跟他比那肯定是厉害的呀。你看他脸这样，你不气吗？气啊！这咋还急了约他呢？操，好烦！哎呀，好恶心！哎，收集者卖了。真的姐，你可别让我跟他比了，那我目标可是前三呢，跟他比，915点攻击力。你这么厉害，你肯定能拿到前三的。哎呀，我很难受呀。白给的，让我晋级的。有些人只会耍嘴皮子，那能比吗？你俩能不能别在这里阴阳怪气、唧唧歪歪的了？哎，没事，问题不大。快追一追吧，差的越来越多喽。中路，他们家中路应该有大了，你小心一点，没事。没事，直接秒。哦，牛皮！这伤害，哎，这不不是虚招，哎，好虚招，好虚招，好虚招，没死，没死。我金都掏出来了，我没想到我干不过他呀，他卡萨丁有几个是你什么英雄能抢得过他呀？啥英雄能抢得过卡萨丁？可以好杀，没事没事，咱还差了13个头呢。卡萨丁这英雄是什么英雄好抢的？他怎么还差13个？你就学吧，你就追吧。太就多练，12个，没事，12个你也敢？我进度掏出来了。谁说的呀？10个，挺少的。我进度掏出来了，我等你呢。该为马上马上马上就活了。你这么厉害，我跟着你都能吃到好多助攻。哎，说实话，我感觉那主持挺得劲儿的，争取拿第一，让那主持带我消费去。哦，哎，他没到了，还没到了，先拿一个，没毛病。是，就是我们那个比赛。那我这一把确实没有眼呢，我这一把确实尽力了呀。快快快，这儿有个头，不是你，没办法呀。还差十个，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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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没事，十个。我确实没有眼呢。不是，我就说什么也可以十个哎。给对面老板都打昏头了，他卡萨丁选了，谁抢得过他呀？哦 ，nice， 这不就11个了吗？哎这是这你还抢啊？可以，这个给他拿到了，他们会抢，没事，他们那也差着呢。我站这儿，站这儿等一会儿。哎，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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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贝，他这个英雄越到后期越强，他又有位移，你还没位移，撵不上他，我们就我推他，我们赛一把吧。我给你找人过来。姐，我能追啊。干啥？还差9个头。不是干什么？但是你没位移啊，你肯定没那个什么。没位移又没事，我伤害高呀。
你看我现在难受了、哎、怎么哎八个八个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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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难受啊、哎、这哎行行行行行我牛逼牛逼牛逼这怎么全给他打工了呀真的是哎呦可以啊你我伤害不低啊 哎让他拿了一个还差六个呀我不是怕你没位移追不上吗再追呢姐再追呢嗯姐你多送一点就行了再努努力啊没事行我去给对面点希望放心吧姐他肯定追不上的这边也没活呢你看我后期可以抢的后期我伤害不比他低呀、啊快点活快点活我而且我带的后期服咱们去我带了一手还差六个赶紧再杀点哎呀他追不上给他半小时他都追不上哎那你凯隐也可以啊但这一把有人把打野抢了呀我先去了我先去了这个扎克不是把打野抢了不管他能不能追得上你该压就压今天这是比赛十进八的比赛 啊今天十进八你们这不得那什么点儿续呗哎呦快别架了你架的这个狙我乃推轮椅哎可以他怎么快后面没事儿、哎、我以为他投是你的了 呢他好急呀 nice 哎好急呀这人头拉这人头差不又拉溜了溜了嘛哎呀哎呀哇哎几个了几个了几个了输了就输了嘛输了不要找英雄的原因跟英雄没关系啊我进的话、啊、平时我玩的话不是也是大杀特杀点力啊就哪怕这把万一玩凯隐输了你们也会说哎怎么不玩进、嗯、这把只能说他确实太能杀了这个卡萨丁我们进也拿经常拿很多五杀这英雄选的还差了不少人头呢加油加油啊这英雄选的也没问题他七个是呗有那是肯定追不上、啊、这也不少呀你刚才美式都说了你追不上你就绝对追不上走走走走走嗯哇牛逼啊这伤害哎这又给他拿了喂这怎么能给他拿了哎可以三杀三杀三杀呀不是这几个怎么给他拿到了哎呦我操没到、啊、哎最后一个让他差六个头差六个是还是差六个头我不能追我不能 追不追等会儿拆了就我的问题呗随便说嘛你们想发泄发泄呗没事哎呀六个不算多啊不是你想发泄发泄什么呀你看他不还嘴不像好吧但是你说我这一把没有认真玩怎么了我姐说的没错呀不好意思认真玩了你这拿人头去了、啊、你好恶心哦不是啊我正常说话我怎么就恶心了就跟你说你平时上学的时候考试你家长一定要让你考个八九十分这次没考到就是你没有认真来咯好吧考个一百分、哎、没考到就不认真好吧哎那哎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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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三个，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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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还让他拿到头了？哎，也让他追一追嘛！你看他这样追人头挺费劲的吧？差四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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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波，再来一波，徐飞。溜了。去飞去人头挺费劲的吧？那脚趾头都用力了，经历了呀，经历的，经历了输了也没事儿，对不对？有啥办法？你们都这么说了，你，哦，我可以。哎呦，这给他杀到了，三个了，这能杀到啊？差三个头，差三个头，确实尽力了。这差，哎，就差三个了，就差三个了。这个救用的好啊，领先你们一把了，加油吧。没事啊。你们都说我菜了，为什么对我定义标准这么高呢？打怎么样打都得第一。还要对吧？你都下意识都觉得我是个菜逼了，你为什么要把我定义成高手呢？对不对？那打成这样不是很正常吗？按照你这个逻辑，是不是？很正常，别那么轻松了，这是比赛。别那么轻松了，这是比赛。哎呀，他抢了，哈哈，一个头！你怎么拿不到呀？你怎么拿不到呀？哎，可以，可以，可以。这下是没想到。哎呀，很难受，还差三个头。哎呀，烦不烦？也是压制。哎，可以。哎，这个怎么还是他的呀？还差两个，还差两个。这只差两个啦。一球。又一个头，拿不到，好着急！拿不到，拿不到，急死啦！哎，你们不是啊？哎，就差一下，哎，可惜，哎，没拿到，没拿到，这都没死，哎，有点没蓝了，过分了。好呀，他了，哦，这个也是的，哎，怎么全让他拿了？可惜可惜，哎，躺躺。啊，这追一个又，但是又是差了，还差四个，四个，怎么又差回四个了？哎，又是三个，这。嗯，没事。哎呀，压力有点大了。快点复活啊！咱们去收人头。到后面都很强呀。在呢，在呢。马上。我进的话没有败绩的，平时玩儿，跟这英雄没问题的。这把唯一的就分配到上路去了。我在四五楼，他们先选。还差三个呢，还差三个呢。你说我这把选个什么上单狗头啊啥的，你说我摆烂什么的，我还在那，我都玩上劲了，真没想摆烂。这把一落后，给你们说的是一文不值，真的。这有人头。来了来了。哎，又来盯我，好恶心啊！哎，怎么死了 ？Nice 啊，这不又一个人头啦！全杀，全杀！哎 ，Nice！ 哎呦，伤害有点高了。确
实伤害有点高了，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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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会老丁往刷野干嘛？能走掉。嗯。哦，杀野总比站着不动好吧？没事啊，你要想入我的眼，你一定要是最强的。你前期遥遥领先，领先那么多啊！啊，这个续这个续杯他求着我点他，我都没点他，你都不能多领先一点吗？啊，他求着你点他了？难道不是吗 ？OK， 这个也杀。啊Nice 啊，又一个人头到手了，我看看还差几个。哎呦，怎么又差六个了呀？愤怒合计已经入场啊，怎么又差六个了？哎，没事，你要记住，这也是你的晋级赛。我记着呢，姐，我肯定是想办法越拉越多呀！快来快来，这儿有个头。我从未来了来了来了。只是哎哎，不是他怎么就扣你啊？可以杀了，只是。Nice！ 哎，又让他抢了。喂，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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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这能让他拿了呀？不过就是怎么就不能让他拿了呀？你俩伤害都差不多。可惜了，可惜了，没事，他追不上，我来了。是被捏努力一点啊，这不也是你被啊？可以，可以，可以。哎，哎，哎，还行，还行，还行，这个拿到了，拿到了。了吗？这怎么又回到五个了？哎，姐，你放心吧，这一直是我领先的。我知道你超级厉害，我相信你。哎呦，哎呦，我觉得有机会，我觉得有机会，因为我带了一个狂妄，他是没有狂妄的。六个，六个，又六个，哎，一会儿又六个了，那不是五个吗？我就可以带个狂妄。哦、那刚才也是五个，不是人头叉呀？五个也是人头叉呀？嗯、你这。咋了嘛？我又没说什么。嗯嗯。我到了，我到了。看你拿头啊！他怎么又？不行，这个会又让他。这个蚂蚱有大的。应该是有大。我让。不是徐斌，我怎么感觉他想骗你去？耶、哦，这不又六个了吗？哎、一下一下一下，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哦，可以杀得好，杀了四个了。我就知道他有大的，我想过去秒了他的。你被击飞了吗？那这不还差四个吗？他肯定追不上的，姐，你放心吧。你要多搞人头杀，你知道吗？我尽力打，尽力打。俩人都杀了，你们要多拉一点。可以三个了，这怎么还能？这怎么还能让他杀了呀？我知道他没死啊。这他为什么要死啊？好高的吸血！好高的吸血！你这打的直接开始，就领先三个。你都已经有空看我们家吸血多少了？那怎么照你这么说，三个不是领先啊？三个而已，等着吧。55-5。哎呀，等着他也追不上来，他这个还差三个，姐有机会追的。三个而已，刚才你们也说十个而已，你倒是领先啊！你这对啊，十个而已，这不三个了吗？还差两个。那两个了。又给他杀到了，我操！哎，差一下，我到了，我到了，我再杀。哎，哎，怎么又成三个了？这不绑定了是怎么？三个，哎，
腿缺手啊，好恶心！三个嘛，怎么越差越多呀？哎，天大地震，天大地震！杀不杀、哎？这个没拿到。不是，这个是永远跟三绑定了吧？这不三个吗？哎，不就差三个吗？哎，姐你就放心吧，这比赛第一奖励50000消费券呢。OK。那我们都杀很多、啊。哎，不是你上马，你上马都赢了，你这把不都送一点？这让你家陪玩多赢一点。哎、怎么老是怎么老是我这边考虑这么多呢？你们怎么不想呢？让你老板送一点呢？让你战绩多拿一点，对吧？咱们俩虽然说在比，其他组也在比，你为什么不让你老板多送一点呢？啊？不是，摩羯怎么玩？你怎么突然还深思熟虑上？这不是教？你竟然想？这是替老板考虑。你看你上马这么赢，你让你老板多送一点，对不对？你还能多赢一点，这也叫为老板考虑啊。啊，行行行，可以，没事，姐你随便送，随便送。那我来了，那我来，没事，行行行，我连这个眼也不帮你开了啊，只要你能给我追上去，咱啥都好说。哎，姐，你这把玩的什么呀？姐，你帮我打个眼啊。艾希，咱你送归送，我这个我在打眼呢。回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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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真的打眼了。姐，我这把打野，等我起来了你再送的。行，不然不好抓了。没事，姐，你随便送啊，你大胆送，你送的越快，我杀的越多。这我姐好像卡了。哎呀，不就卡了一下吗？你们在急什么呀？来了来了。我说姐你随便送。哎，他你送的越多我杀的越快，随便送。我相信你。姐你干嘛呢？打不过。打不过不打呗。打不过等我吗？打不过可以不跟对面玩吗？行。OK OK， 多送几个给我们家美式来拿人头。放心吧，你随便送，我乱杀。好嘞，走啦走啦，去送外卖啦。哎，哎呦，这一下没 A 出来。开路，我不是一件玩具。你的自负就是出自一把更强悍的武器才合情。这是在干啥呀？送挺多的了，送挺多的，没事，加油啊！放心吧，姐。我在看。送越快，我杀越多。我目标可是第一呀、啊。目标定那么高，也不怕给腰闪。那怎么会闪了腰呢？哎，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好杀 ！nice 啊 ，nice 啊 ，nice 杀了，东东也杀了。哎，这个能不能杀？这个能不能杀？没事，杀不死，杀不死就走吧。你要不先回去吧？你要不先回去，出来再杀，没事。是的，我要 B 波了。这一把变什么凯隐比较好？这一把，我看一下啊。OK。我看一下，这一把的左翼女枪变了是不是？刀妹蓝凯。这英雄是不是得变了才厉害啊？我记得。对，变身了才强，不变身也很强，都很强。姐，你就趁现在多送点，给对面送肥了，他抓不死。好嘞，哎，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会动心眼子呢？啊，这就叫动心眼子了。不是，不是你就是旭杯说的吗？让我们多送点。姐，我来下了，我来下了。来来来来来，
刚好是馋的，刚好他没想到送的肥，我赏金拿的也肥。好，可以，好杀好杀。哎，还有一个。这下好疼。哎，可以，哎，厉害呀，徐飞！我就说吧，别玩那种英雄，就是个笑话。别玩那种英雄，试一下就出来了吧。这还真给他拿到了，解了三个。你不是，哎，厉害厉害厉害！没事，前期让他领先两个而已。但他艾克后期也能杀的。这艾克和你这后期。这俩玩意儿后期能杀吗？能杀吗？能杀的。能杀吗？能杀吗？还真能杀！中路杀了，还差一个，还差一个啊！差一点变身呢。还差多少啊？不给他们赢塔外了。还差一点点。下路摸一下。我这一波可能下路gank可能会死。但是我想变身，姐，我等你。没事，姐，我等你。等我十五秒。没事，你快回家。他到六了，他十五秒钟，不要急。现在还差一个头。等我十五秒。好，我来了。A 塔。A 塔，姐 ，A 塔。他又来下路拿人头了。我这一波肯定会死，但是我要 A 塔，没事。哎，变身了。哎，没拿到，正好我送了一个。他那是要变身。对，我正好送了一个。怎么还死了呀？死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多管闲事呀！关心关心你啊！怎么打这种局？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不是你这还差一个头呢，你这叫什么呀？不知道以为你们三个我们两个呢。差一个头，我马上就给你追上了。哎，还差吗？哎，还差吗 ？Nice 啊，这不就不行了吗？这不就杀了吗？哎，这不就杀了吗？哎呀，玩的好呀，没事。哎呀，真的就随便杀。玩的好呀，美式，不知道的以为你十三个呢。然后呢？那你们那个下来还死了一次，你咋不说这个呢？哎，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啊，这你们。咬得好紧啊！没事，我不拿龙了，龙就不拿了。这边再拉一点。哎！哦，这么多，还这么高。你来，你我给你加点血。姐，我来了 ，A 他。A 他。我来了，我来了。哎，拆一下，拆一下，拆一下。900块。还可以。哦，没赶上。为啥是他？900块拿来，姐别怕 ，A 他。喂，哎，姐他死了，杀不了，我先毙了，杀不了。啊？杀不了就走，杀不了就走，走走走走走。好，我先毙了。他又差两个了。没事没事。中路的人头也值钱了，马上我复活了就能杀。嗯。哎呀，没事，又差两个了，快赶！哎呀，暂时让他领先一点而已，很快就能赶上。咱们这是比赛。OK， 姐，我过来就开杀。我无处不在。哎，怎么又杀了？还差一个。哎，差一个。不是也差一个吗？哎，就要一个而已，是跟你们似的差十多个。这我
好像也是差了三个吧。我在呢，姐。没事啊，我选你，没有选续杯，还不是因为你拿的人头多啊？你要再这样下去，你怎么能入我的眼呢？我已经在尽力杀了，姐。他本来就好游走一点，我好游走，接下来我肯定能超过他的，你放心吧。哎，可以哈，两个啦。哎，这又给他杀了，还差两个。没事，我马上到线上。好杀好杀，马上就能杀了。但是已经变了吧，我看着。OK， 杀了姐，杀了杀了，不让他追回来一个。他也杀了，哎呀，1000块，追的挺紧。你再这样，我跟你说，我就要这个虚杯了啊！能成为我的男陪，你是有多荣幸，你自己不知道吗？自恋，自恋，他自恋什么呀？不是你求着我让我选你的吗？普信女，普信女。你是复读机吗？他说什么你就跟他说。呵呵，哎，我乐意。普信女，我这前期不太好游走。姐，你别急，我马上就能超过他。还差两个。OK。主要是不太好游走的。你要知道，我选你是你多幸运的一件事。我知道的，姐。你再这样我就换续杯了，我就不选你了，真的是啊。你再这样我就不选你了。实力是有的，这前期刚开始没机会。啊，你这怎么还死了呢？这他给我秒了啊！我想强杀他的，姐，就差了一点，他给我晕到秒了，三个头啦，别拜佛了，我求助你啦。嗯，姐，再追就是你的不对了。没关系，我能追的，这刚开始而已，我只是没他那么好游走。完了，这样四个可以，哎，再追就是你的不对 了呢，再追就是你不对了呢，还追，啊，哎，坏了坏了，再追，哎，快走快走走走走走走走，哎，走走，哎，可以，这不是这左一他没打到啊，啊，这你还赖上人家左一了。OK， 左一杀了，姐，左一杀了，毙了！赶紧追啊！再追就是你的不对了，都差四个了。现在这是比赛，这是你晋级赛。我知道的，姐，这不刚开始吗？野区有一个啊。OK， 往那边走。艾克。十斤八晋级赛，你还这么悠闲吗？没有，姐，我前期真不太好游走，我只能跟他去对线啊。这马上就能游起来了，这游起来了，马上。哎，真的游起来了，没事，我们家徐贝也在游。哎，这个也能，已经杀了。OK， 还可以，姐双杀了，两个都杀了，那也还差三个头，晋级赛。我知道的，姐，我现在不就开始能游起来了吗？游起来我就哎，可以，好杀，哎，嗯，哎，这他死了，威，哎，怎么来了呀？有，哎，差还是差四个。
没事姐，没事姐，接下来我就好追了。Legendary。你饿了？舒服。已经超神了。我只要能游走了，就好打多了姐。难道你要运用这场比赛证明你不如我们那个俱乐部里面的人吗？怎么会呀、啊、姐，那前两把不都是我赢的吗？那哎，这把真是就只是不太好游走前期。第一把你可没赢哦，第一把我是 MVP。 人家比的是人头。OK， 第一把比的什么呀？ Okay, 第一把比的 MVP 啊，怎么比的人头啊？张口就来，真能说呀。哇、哦、啊你怎么又死了？我把中单也换了姐，中单换了。哎，能不能杀，能不能杀？哇、哦、你伤害好高啊。他这个伤害有点高啊。这啊，对啊，是很高啊，是很高啊，这么高伤害吗？还行吧、哎、不就前期游了几波，拿了几个大人头吗？没事，我马上也能游起来了。你该拿人头就拿呀，你该拿人头就拿呀，按理说都进前十强了，是大奖都跟你讲了，你难道都不心动吗？啊，比赛第一有美女陪同，花50000消费额，不是吧？你这都不心动？你他妈这都不心动啊？你难道想被淘汰？怎么可能？打的还挺好的嘛。嗯，我都说了，保持状态，你知道吗？保持状态 ，OK。保持呢，姐，我现在肯定我要游起来了呀。又被虚弱了，小凡。哎，没办法，没事没事，杀了杀了杀了。哦，可以说又是个双杀。哎，又给他杀了。这个又差。哇、哦，八个头了。我们的敌人也快呀，不知不觉都八个了。走，现在好游走就好一点了。哎。不要烧香拜佛啊，该拿人头就拿人头啊。我知道的姐。把你的状态保持好。前十强都进了，你就不想努努力吗？你看你这把打的。对呀、啊、你都不想努努力吗？是刚开始，我这直接秒了吗？啊！啊，伤害这么高吗？那肯定、啊。我牛逼啊！我这英雄这么牛逼吗？可能是玩的人牛逼吧，不一定。啊，确实呢，这东西也确实看人的。哎、不就前期你游几波，给你拿了几个大人头吗？哎，那拿了人头怎么了？那拿了人头，不是你说的送吗？怎么了？回旋镖打脸上了。好。哦，又一个。那差十个了呀。不是他。怎么快呀、啊？那你也倒是杀呀！你太让我失望了，姐可以送快一点。我再送我，他还是赶紧拿。哎呀操！哎，差点抢，没让他，我差点把他抢了，在那里。还差九个。这能给他抢？这怎么听这么耳熟呢？哎，真的不会能，真打不过。难，可以。哎，这怎么能让他拿、哎？你们怎么还抢人头？那边还有一个，这
什么翘人头呀？咱比的不是人头吗？对啊，我们比的不是人头吗？什么叫翘人头啊？咱又不是比猪公，咱又不是比猪公，比人头不拿人头拿什么呀？不是你们说的正式比赛比人头吗？这都十斤半了，对 啊这不得认真打？我不可能跟你比猪公吧？我有头我不拿，肯定抢呀、啊。十斤半，有两个人会被淘汰，你在干什么？哎，但是该说不说，这比赛第一是真有诱惑力啊。没诱惑。我在追呢，主要是怎么被诱惑了？你再好好打，不然的话。这个人。前锋进气啊、哦、可以啊、哎、就是这个状态牛逼，真是游走没他快呀、啊、哎几个了，十二个了，哎哎不是，我听人家说是主持是个大美女啊，主办方专门找的，跟我没关系 啊你们听说过没？是啊，而且他都说陪同消费呢。徐贝啊，你这也得加油拿个第一啊，你听听这啊，心乱了大美女，心乱了姐、yeah，先拿个头的，怎么是应该先冷静一下的？你还是先冷静吧。又虚弱我，躲一下，躲一下，虚弱，虚弱，虚弱，躲躲躲躲。还差十二个头。哎，就有人在后面躲着 K 头。哎。哎，没 K 着，你都拿不到吗？我大招都哎，有人躲着 K 头没 K 到，给自己 K 死了。不是，这左一给我睡了。哎呀，你小子有点过分了。这可是个大美女、啊。哎，可以、啊。十进八，俩人被淘汰。你这是想让自己被淘汰啊？你这是。心乱了、哎。怎么会呢，姐？我嗯。我现在确实伤害没那高，我需要发育一会儿。消灭重建。哎，发育没事，十三个头发育呗。这玩意儿后期能有开印，好难疼啊！预备，我、哦、可以十四个了，帅。哇，他怎么能杀这么快、啊？不是你这开印玩的真有东西啊，徐贝。还行吧，主要是。上把输了，抢他头啊！你看起来好胜心还这么强呢。是，我操，还想进去？死吧你！哎，可以！杀了，杀了，杀了，姐，上面这个也杀了。哎，没事，你杀吧，还是十四个，没什么变化。还是剩十四个。你发育发育发育，你要发育到什么时候呀？你发育到人家把那个主持都抱回家啊，美人抱得归、啊、我哎哎可以，哎十五个，他现在伤害真的很高，我跟他拼伤害拼不过的。拼不过伤害就拼心眼子呗，拼 K 头呗，那上把不是 K 挺好的？我十六个，拿